题哦。他说已知三角形 ABC 是正三角形，好，把它圈起来。然后呢 ，B 柱等于 C， 好，做一下记号 ，B 柱等于 C， 做记号。然后呢，请问你根据哪一个全等性质可以知道 ABE？ 来，我们为了要看清楚，我们做用一次判断好不好 ？ABE 在哪边知道吗 ？ABE， 好，他讲的是红色三角形要跟蓝色三角形要全等。CA 珠 CA 珠，他说他要让红色的跟蓝色的要全等。那我讲过，我说这种题目对你来讲最难的地方是在于哪边，知道吗？他两个三角形是重叠的，对不对？那我教你怎么判断哦。题目既然写 ABE 嘛，对不对？来写下去就写了 ABE， 就要写，就画一下 ABE， 然后 CA 珠你也画个一模一样的。你就让你的形状长得一样 ，C A 珠，注意哦 ，A B E 要对 C A 珠哦，那个角度要对一样的。好，第一个请问你，角 A 有没有等于角 C？ 这个红色的 A 有没有等于蓝色的这个 C？ 有，为什么？因为两个几度？60度吧，对不对？因为它讲它是正三角形嘛。再来，题目说了 B 珠等于 C E， 哪里是 B 珠知道吗 ？B 珠等于 C E， 没有说哎、欸。你只知道 B 柱等于 CE 而已，可是你看这边，看这里哦。我如果告诉你说 B 柱等于 CE 的话，那请问你 CD 会不会等于 AE？ 因为全部跟全部不是会全等吗？因为它正三角形嘛，对不对？然后这个两不是撇两撇，这也不是撇两撇吗？所以全部扣两撇，我等这边的全部扣两撇，会，所以很明显的 CD 会等于 AE 哦，所以做记号 ，CD 会等于 AE， 来做一下 CD 等于 AE， 所以我撇了一撇，所以已经有个 S 有个 A 了，对不对？再来，请问你 ，AB 会不会等于 AC？AB 会不会等于 AC？ 会啊，因为它是正三角形，所以根手全等。根据 SAS 两个三角全等，所以答案选 B。好，这个你把它写上去。